得到啊？我不干了。什么状况啊？没状况。Boss, what is this taking? 喂？啊！前方排查 ，Stay down and don't fucking move. 有搜。喂，喂，警察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喂，喂，你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我在路上。30分钟之前你说你在路上，哪条路这么长？你可以顶一下吗？我顶你个头啊！儿子不在，亲戚都在说闲话。那微微呢？微微跟大姨烧纸呢，你快点过来吧。嗯。喂，郭队在总部的人到江宁回来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郭队带人搜金阳。你是真不知道还是骗我的啊？啊？你去哪里？抽烟啊。自己人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喂，现在谁都不能离开这里。新来的是不是？哎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住手！喂。喂，爸爸，你怎么走了那么久啊？爸，你要过来吗？爸爸马上就到了。我饿了，我要吃椰浆饭。椰浆饭。爸爸也要。好。妈妈要生黄瓜多一点。爸爸马上就给你买。听妈妈话，挂了。
缉毒组查案子都查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、啊、谁叫你的人在金阳搜寻被抓到，你就配合做做戏，让那个中国来的过过瘾，我们就走。还是你要廉政部的来啊？啊？啊！仔细搜，给我搜清楚一点。我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接到通知，让去金阳夜总会抓一个国际毒贩。打你们电话不接，还赖在那儿不走。这下倒好，人家怀疑咱们洗黑钱，掩护毒贩。掩护毒贩。这位高建祥警官在哪里？他妈过世了，回去办丧事了，怎么了？不对啊，把这个打开了啊，反正没什么好藏的。这恐怕不合适吧。建祥也不在，再说我也没钥匙。先生不好意思啊，例行酒测。我是铁卡分局刑警队高建祥，这样的天气工作辛苦了，那我先走了。我好像有闻到酒味，你喝酒了？帮个忙吧，我家里办丧事，喝了一杯，请节哀。但我们还是要测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我母亲过世了，我赶着去灵堂。稍等。下车。酒驾，挡风玻璃上面有裂痕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迪卡分局刑警队高建祥，我今天我家里办丧事，喝了一杯，能不能就算了。他的身份未确认。我的身份证号码760-08290-75031，多了一个号码。怎么可能？760，麻烦你跟我到车上确认，这里就可以了吗？你打回勤务中心问一下不就行了吗？高建祥，760-8290-75031，十二个号码，对了吗？请稍等。好。喂，不要碰我车！郭队，这平板要密码才能打开啊。不知道啊。这位高建祥警官在哪里办丧事？赵律师，他们只是执行他们的工作，希望你能明白。谁？谁打我的头？站出来！你以为警察就可以乱打人了吗？啊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
我早就知道了。我还以为你出车祸呢，你怎么要这么长时间？微微，赶快把饭吃了。哦。吃完饭，我们还见奶奶最后一面。追查毒贩。 要请你协助调查，把平板打开，看吧。哇！ 你们这的油水挺多的嘛，怎么样？这里有你要找的线索吗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中国警察说了吗？来抓国际毒贩的。周组长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先让建祥踏踏实实的把这丧事办完了，明天把他叫到局里解释清楚就好了嘛。人又跑不了。 知道了，马上来。建祥，大家兄弟一场，我能帮你，我一定帮你，尽量摆平。但是，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。手边没信号。 老人家多担待。盖棺之前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向妈妈说的吗？又或者妈妈有什么喜欢的东西？ 你们想让他一起带着走？妈，这是杨师傅给我的玉坠子，您戴着。微微，跟奶奶说，奶奶放心。 我会好好听话的。一丁，天丁又进财，丁，二丁，福禄天降来，丁，三丁，三元生贵子，丁，四丁，子孙满厅台，丁，子孙丁，子团圆。 子孙富贵万万年，用嘴把它咬着，拿到灵位前来。
把它插到香炉里，准钉下去。最后一晚了，能让我再陪我妈一下吗？会听普通话吗？会听不会讲，关门的时间过了，好吧，一点事情也要离开，我们会来看的。这个白露，这个白露，今天我妈的，你妈的，哼。孝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有听到吗？你是说太太哭晕送院的那个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来，耶稣来，耶稣来。
面是不是有人啊？老关东，关东，那个医院在门口啊。CCTV 好像坏了，帮我拿手试一下可以吗？我拿过去。这个进来了。不用上来了，我丢给你不是好咯？啊，丢准一点呢。啊！等一下开门之后有惊喜哦。神经病啊你。抱抱我，妈抱抱我。CCTV 好了吗？还是没有画面我。你还没有走啊？我睡着了。哎，刚才你有听到怪的声音吗？只听到我妈妈跟我讲话，别的都没听见。天亮就要诀别了。这一晚拜托你了。
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妈的别乱。谢谢，再见。城土归土，老太太，今天儿孙都到齐了，你就一路好走，入土为安。妈，妈，对不起啊，妈，真是个孝子。拜拜，爸爸，车子跑得很快吧？对，比娃娃快。妈妈买的。女孩子玩什么车呀？我娃被偷了。谁偷的？他怎么会知道是谁偷的？小孩子东西都偷，也真是缺德。这么便宜东西都偷，这人肯定有苦衷的。迪卡分局刑警高建祥，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把车停在路边啊？这都多危险呢啊！啊！Sorry, sir. 大家请看我的右手边，这个防爆箱里是我们这次查获的自制炸弹，虽然只有少量的 CPU 炸药，但是爆炸威力很大，20米内可遥控是它的特点。这是我们警方第一次在本市查获的新型炸弹，它的引爆器携带方便，哎呦呦，新车一样，哎，防盗器，无形中还好撞的是警车，要不然哪有那么快修好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运气好吗？我手上的引爆器是被伪装成了一个普通，他们在搞什么鬼？啊，接下来由我为各位查获地下工厂私造炸药，学生开记者会呢。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炸弹在2分钟之内就会爆炸。
请各位记者朋友放心，炸弹已经被我们放进了特制的防爆箱内，炸弹的威力完全可以被阻挡。来，预备。做秀做过头了吧？哎，秀一定要做，要不然如何显示咱们迪卡分局这么有实力啊？你说的对。哎，你和缉毒部的陈昌民警官是不是很熟啊？谁呀？不是吧？啊，郭队说了，一提你名字人就特别给面子。因为我？啊，哎，总属红人，咱们账目的事情就是他找人给看着的。郭队听错了吧？哎，好兄弟啊，别骗我，要打你。帮忙说句好话了，那就总少清闲清闲。你现在很忙吗？很忙吗？不是太忙。哎！我靠！我靠！我心搞得起。还好是自己人。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们用的是防爆玻璃。大家早上好。好。哦，好。徐警官此次来啊，主要是协助调查一个国际贩毒案件啊。我们分局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协助调查。之前如果有不愉快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案情。金永德，福建华侨，在东亚地区从事酒店、KTV、夜总会投资生意。由我方收集的情报分析，确定他是一名国际贩毒集团的首脑。他的这些产业是为了他贩毒做掩护。根据我们在厦门落网毒贩的口供，负责提供金永德集团毒品来源的人叫伊登章，中文名张晨，中印混血，他的左眼是假眼。15日晚，我们和缉毒部一起突击金阳夜总会，要抓的人就是张晨。这个张晨的窝藏地点就在咱们辖区之内，我们的任务很简单，抓捕。此次行动是两国行动，我要求快、准、狠。你们所有人千万别给我丢人，都听清楚了没有？Yes, sir。路口卡死。这个张晨啊，有杀人前科，所以你要注意安全啊！刘浩，前面，前面。高建祥，高建祥，枪呢？郭队，你的枪呢？郭队，我觉得他应该不在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直觉嘛。直觉？你还有直觉？你买了那么多彩票，我没看你中了一个，还直觉？人呢？建祥，你。队长，后巷也没人。徐警官啊，你们这情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他确实在这里待过。身份证。郭队，那里边方便面都没干透呢，是不是收到风声跑了呀？从今天开始起啊，轮流在这儿蹲点儿。这小子走的匆忙，兴许会回来拿东西。郭队说。
我是迪卡分局刑警高建强。长官好。发生什么事？有人报案说前晚这里发生一起车祸。什么时候报案的？刚刚才报案的，说十五号晚上看到有人在这里被撞，然后把尸体塞到后车厢逃了。知道什么人报案的吗？对方是用国用电话报案的，讲完就挂了。高建祥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小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来办一个肇事逃逸的案子，而且还听说把尸体塞进后车厢。塞后车厢？你说现在这人怎么这么狠啊？有什么线索没有？目前还没有什么明显的线索。哎哎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刘浩，你跟着他们去，到监控室去查一查，兴许能找到张晨的线索。我也去。哎哎哎！郭队，这是小事，还是我去可以的。你别去了。去什么呀去？哎，刚刚经过，买点宵夜给大家吃，啊？浩子，来吃吧。终于好了，今天大房。郭队跟我们说嘛，要好好招待徐警官。哎，他也不在。别等他，没用的。和高官开会，哪那么快回来啊？哎，买多了。哎，小李，你也来一碗。肉骨茶，提神的。好，谢谢。找到什么线索吗？没有哎，你看，刚好这台监视器的角度什么都看不到。嗯，吃，啊，哦，好。哎，刚才什么？倒上。啊。嗯，这儿行。放那。这条路这么偏僻，车又少，为什么突然刹车？有人刚好路过。有人路过，突然刹车，然后就撞了人。有现场照片吗？拿来看看。好，有。那你看，如果是在这个位置，确实符合现场看到的刹车痕迹。这边撞人，刹车痕迹在这里。合理。哎，有条狗，建强，目击证狗找到了。停一下。黑色。哎，建强，你开的是 Honda， 这个是 Honda 没错吧？是 Honda， 但是我看应该是深蓝色的吧。在案发现场发现的车辆碎片。你说是荒岛的，那车子的车牌号是 WWM38吧？哎，你看啊，哎呀，你看嘛啊 ，WWM3。三，哎呀，分辨率太低了，雾气这么大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建强，你今天在哪儿买的？好像不太干净吧？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家呀。小李啊，把 WWM 开头的车都找出来，然后去问一下最近修车厂都哪些人来修车。应该能找出肇事者的。WWM 在吉隆坡至少要有上千辆吧？对啊，
而且最近人手很缺。我就说了，咱们最大敌人是在内部。八，这明明是八嘛。说了多少次了？微微睡了吗？睡了，买了新的泳衣，还有蛙镜，想要等着穿给你看，结果等着等着等睡着。为什么突然去买泳衣呢？不是说好你们月底陪我回三亚的吗？你忘了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一定要陪我回去。我爸妈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了。帮我一下呗，最近局里很多事情啊。你先听我说完嘛。我的厨艺教室不都快装修好了吗？可现在那个房东想趁机把房子收回去。那违约金呢？他就赔两个月租金啊。我装修花那么多钱，我想想都来气。明天你帮我处理一下。老婆，我是警察，不是流氓。我就跟你说过嘛，要看清楚。你没考虑清楚，就把一个租约签下来，人家现在拿着这个合约来吃你豆腐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啊，妈的，明天还是要找人去修理他一下。对呀，杨师傅说，我今年要是开不了店的话，那我这五年之内都开不了店了。你又去算命？这个杨师傅从来没准过。很准的。你还记得那天你出门的时候，我叫你开车要小心，结果当天你就撞车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巧合。哎，那我再跟你说件事吧。嗯。我说了你别生我气啊。嗯。杨师傅说你妈外面有男人，而且这个男的到现在还跟在他身边。你呀，别信他的鬼话。妈都过世了。可是杨师傅说的好肯定啊。他还说那个男的是个外国人。可你妈怎么会找个外国人呢？他那么传统。可是杨师傅真的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刑警队。高建祥警官。我是。我要提供通缉犯线索。等一下。请说。我看到张晨了。说什么？我看到伊登章张晨了。小孩子恶作剧。做你的事啊。Hello， 别再恶作剧了。张晨被车撞了。在哪儿？问你啊，怎么被撞之后就人间蒸发了呢？开轰打车的高建祥警官，我没说错吧？刑警队，他让你接电话，手机。
敢再挂我电话，我就报警检举你，你个杀人犯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你这样我们很难往下沟通啊。喂，不说话了。不说话，我想那个从中国来的警察应该对张晨的线索很感兴趣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好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15日晚上在地铁路你撞死了翔哥。张晨。翔哥，杀人还能这样若无其事，当警察真是太可惜了。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啊？车修得干干净净的，花了不少钱，费了不少功夫吧。前几天执行任务的时候车子撞坏了，保险公司已经理赔了，看来你确实误会了。误会了，尸体装进后车厢逃逸，车号是 WWM3357。王八蛋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说啊！生气了，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事儿啊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把张晨准备好，我会再联络你。乖乖的，听话。做个好警察。可以接个可以走了吗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停一秒就给你100。不是说好了。
哎，自己人，哎，同事，啊，他是警察，哦，他是警察，哦，啊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，啊，他跟我要找的那个杀人犯，哦，简直长得太像了，太像了，误会了啊，误会了。这是陈昌明，陈警官啊，帮咱们的就是高建祥。对对，高建祥，高建祥，啊啊啊！快出去了，我给你擦擦，啊。打得太重了。有点生气了，原来还帮我呢，缘分。这叫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打不相识啊，都是自己啊。对对对，来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啊，我急得都忘了，憋了盆尿，想借一下厕所，结果碰见他，我以为他就是那个杀人犯，害得我连尿都忘撒了。快去吧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哎，先去先去。抱歉抱歉啊啊。高建祥，佩服你啊！医生说我的前列腺有问题，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，我都要先上趟厕所。你是狗啊？狗有两种，一种是见着主人就低头的狗，还有一种是吃了大亏才肯低头的狗。不知道高警官属于哪一种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电话里已经告诉你，把张晨交给我。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多人死得早，都是因为好奇心太强。你跟张晨什么关系？我跟张晨的关系是，哦，车祸中受害人和目击者的关系。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难道他没死吗？啊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哎，如果要是有人知道了你撞死了通缉犯，又窝藏了尸体，会怎么样？你就把张晨交给我，咱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也想找他，你能帮我吗？你信不信我能把你的屎从你的屁股里挤出来？我最讨厌别人摸我屁股，还摸那么久。哦，夫人，夫人，啊，你打的真是太狠了，啊，可真疼啊！不过，被车撞死，那才叫疼呢，啊！
我说我前列腺有问题，你踢得还这么狠！真可爱，来来，我帮帮你啊！我帮帮你。Hello， 有人在家吗？喵！怎么了，小朋友？你不喜欢别人摸你的屁股啊？你总是愿意把事情搞得非常复杂，咱们好好聊聊不行吗？张晨在哪儿？张晨在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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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。张晨准备好了，等我电话，行吧？知道了。张晨，你这王八蛋跑去哪了？怎么不接我电话？还他妈关机？你在哪啊？我还以为被昌明给宰了呢。那天晚上他找你，我就知道没好事。喂？喂？手机号的机主叫李东顺，今年38岁，有过3次前科。把他所有资料马上发过来，还有，帮我定位他手机现在的位置。快！不行啊，翔哥，这是违反规定的，必须要正式的审批文件才能。你不要啰嗦了，赶紧发过来吧，所有后果我负责。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没有？这回要多少钱？ Lucy 啊，
是啊，是建祥哥，他让我调个档案，违反规定的。什么事？这高永良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。浩哥，这是咱们局从交通队拿来小案的啊，你看看有没有你的车，看看，嗯。聊两句。操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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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钥匙？仓库的钥匙。陈昌明跟张晨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说，毒品。什么毒品？陈昌明靠张晨的情报扫荡了吉隆坡所有的毒品，然后趁缉毒部下回毒品的时候，再从事金融的回收毒水。他们三个人垄断了毒品市场。没想到张晨偷走了毒品仓库的钥匙。仓库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那钥匙呢？张晨他们是卖毒的，重要的东西他们都往屁股里塞。不然就是在沙爹身上。谁是沙爹？沙爹，多少事情在瞒着我啊？你撞警车之前就已经出事了，怎么解释？我不把这份罚单扣下来，你早在拘留所吃包子了。我被陈昌明陷害了。他不是一直在帮你吗？那天我撞的就是张晨，
但是陈昌明把他杀了，有嫁祸给我了。陈昌明为什么要杀张晨？为了毒品，他利用职务之便和季永德、张晨合作卖毒，他们把毒品混进酒里，再通过季永德的酒店和夜总会把这些酒卖出去。中国警察查到了季永德集团的犯罪线索，陈昌明为了独吞这批毒品保全自己，杀人灭口，先杀了季永德，后杀了张晨。相信我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看那个样子，收个保费你都紧张，哪有总干这么大事？把我交出去，我不想再逃避。郭建祥，你第一天当警察，啊？警队团结不懂是吧？你斗得过他吗？把你救出去，马上恢复。我还能怎么办？今天刚收到。神经病啊！我怎么能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你啊？你能干什么啊？真出了事，小雨怎么办？微微怎么办？我现在是一个人，漂亮，等你度假。张晨的事情我来处理。我下车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就在你前面，你往前走10步，哦不，是20步，就能看到我了。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报你，你会有报应！哦，不，我好害怕呀！冲动当不了一个好警察，冲动也做不了一个好父亲。你来听一听下面的声音跟谁有关系啊？嗯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是朝圣路147号13楼吗？不要碰我的家人！哦，我是你爸爸的同事，他在家吗？
爸爸上班还没回来。哎呀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带来了礼物。赶紧把尸体给我准备好，千万不要再把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的复杂了，是不是呀，微微？你家厕所我能用一下吗？微微呢？睡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谢翔。谢翔，我跟你说，拿着这笔钱，带着微微去三亚等我，快，听到了吗？妈妈，乖，没事，答应我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冒险。我们在三亚等你。好，快去。微微，跟妈妈收拾东西，我们一起去外公外婆家了。六发实弹，六发空爆弹。签一下字啊。等一下。你在哪儿？右转，你就能看到我了。把张晨搬到我的车上，你就自由了。
没有眼睛的张晨，为什么总把东西放在屁股里？得买副手套。枪是你开的吗？他先是被枪打，然后又被车撞。你说，到底是你杀的还是我杀？一切都结束了吧 ？Yes。Finish。枪往哪了？哇，这是玩具吗？你要杀我吗？来来来，开枪！开枪！打死我！打死我！明天警队就会收到你杀人，还有你杀警的证据！开呀！是真的，加他，跟着打我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，你也放过，大婶，大婶，跟着打我，你比他牛，有种！把你的手给我，好兄弟，我们一定要合作一把。你很有才华，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，前边有一家面馆，做的非常的好吃，我们吃完再走啊！我不去啊！我不去啊！我不想吃，我想吐啊！我想吐啊！非你行了，非！去啊！下个月，下个月去啊！我们电话约，电话约，电话约，我紧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下个月见。下个月，拜，再见，再见。
喂，老婆，到了吗？到了，我跟薇薇在海边呢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没事。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我马上就出门。真的？那我去接你。刚爸妈还问呢，问我们能待多久，他们巴不得把薇薇给留下来。那多待几天吧。我跟归队请个假，应该没什么问题的。好啊，那爸妈一定开心死了。妈妈，爸爸他哪天过来？爸爸说他现在过来找我们。薇薇也好开心啊。那好啊，那我等你过来。好，等我。哎，老婆，趁着这次机会，我们再找个儿子。六分钟，六分钟，哎，为了你，我打破了自己潜水的记录。六分钟，哎，你好样的，哎，哎哎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啊，老样儿，哎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啊，看来我的前列腺的确是有点问题。啊，别傻愣着，找点药水给我消消毒。没听到吗？我说让你找点药水给我消消毒。嗯，你不心疼我？你怎么不心疼我？不心疼我？
跟你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。嗯，等我吃完了，我们再好好聊聊。
如果你觉得内容没问题的话，买通黑道，杀人贩毒，真牛逼啊！如果他的举证都是事实的话，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。署长，你看这下一步，这高建祥咱们怎么办？您说呢？埋了吧。埋了？你能保让这些见不得光的事儿永远不会被挖出来吗？你啊，啊，署长，您刚才说埋了是埋这件事儿，不是埋人吗？废话吧你，我们是黑社会啊。上面说你办案不力，主动请辞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。金永德集团的案子我查了六年，太久了，久到我看不清全貌。现在他死了，案子也结了，明天我就回国。但是有件事情，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知道。你想知道什么？那个肇事逃逸者呢？也许他会自首。换做你，你会吗？我会自杀。开玩笑呢。哎，看我老婆，瞅瞅。哎，我女儿，好可爱的。大师啊，边上的接缝给我做结实点，别让它轻易被挖开。你以为帝王近邻啊？谁会来挖坟呢？总之给我做结实点。两个人一起失业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我在维修厂找一台二手小卡车。要车干什么用？做个面包车吧，重新开始。咱俩一起干。我会啊跟队长打个招呼，咱们呢就可以在警察局前摆个摊，卖一下试试。警察局才几个条子啊？好多条子啊。如果要把特警也算进去的话，680啊！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算一下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看我捡到了什么？真什么？爸爸看。妹妹，你吓死我！什么东西啊？眼睛。什么眼睛啊？怎么会有眼睛啊？妈妈，你怕什么？太吓人了！你在哪弄的？啊？爹，把手擦一下。Dairy Magazine?
哥的，我找到这笔害死一堆人的钱了。杰瑞·麦克西，会说普通话吗？我是中国人。你是中国人？我也是中国人。你也是中国人？不像咩？贼像。你也是中国人？我是中国人。喂，我是郭富城。What?